asshole got fucked up real bad. Hey, boss. Check this out. Let me see that. Body's so warm. They might be close. Nice optics. Extraction point's 2 clicks ahead. Let's go, ladies. Second floor. Get that motherfucker. Set! I'm out!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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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! Set! Thank you.
面前就是目标别墅了，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在里面找到暗区情报带回去，开始行动。 别墅内没有枪声，大家拉起精神来。小哥，守住左边隘墙，注意角落，排查屋内情况。 安全。新来的，搜索保险箱，看看暗区情报在不在里面。发现暗区情报，这儿好像还有一个东西，检查一下。好东西，但前提是我们能带着它活着撤离。暂时没有发现其他的人，我们准备撤吧。 听到了什么？放他站着！这里还很危险，拿好你的枪，现在。 得活着把暗区情报带出去，走吧，我们去撤离点。 地图标记好撤离点，得尽快突围，从这里撤离。走北边小路会安全点。走大路虽然危险，但离撤离点更近。
600多危险，得快一点离开这里。注意，周围有敌人。什么动静？什么玩意？好了，附近安全，快去搜一下，看看有什么能用的。来这边搜一下。找到撤离点了吗？我们先想办法到那儿。注意隐蔽，前面有动静。干嘛呢你？搞定了，继续前进。这里有东西，过来看看。这里很危险，快走。快点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。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。快跟上我，枪声会引来别的敌人。这里很危险，快走。保持警惕，到前方小屋休整一下。别磨蹭了，赶快跟上。侦查一下小屋周围，确保安全。这里有些医疗用品，都带上。附近有人，注意隐蔽，我在屋外等你。好，解决了。
策略点就在那儿。看到前面的红烟了吗？在那里就能成功撤离了。那儿有声音。有人，好战斗。Thank you.